角度，我们就不要去管它了。我们只要知道怎么找到。这个叫 L 点好了，这个叫 B 点好了，就 L B 嘛，两个点 L 点跟 B 点找到，我们就可以把它连起来了。L B 再连到 C， C 有用到了，好 U 跟 I。那首先呢，这个 L B 连的这条线。往下降的时候，一定是降到整个方形的一半嘛，所以我先找到方形的一半。那有一个点，这个点跟消失点连起来的话，就会产生了一条线。那这条线是把我的方形剖成一半的，线条做干净一点。那这一条线代表的是什么？这一条线就是 LB 延伸，跟房子一样宽的时候，那把 O 跟 P， 也就是 LB 往外延伸的 O 跟 P 这条线降到地面上，就是这一条线了。所以如果我可以在这条线先切出 LB 两个点的位置，然后往上升，我就可以画出我的屋脊的 LB 的这条线了。那我就把它定好。以这样来判定的话，可能是先切二分之一，再切三分之一，我就可以找到 L 点。所以先切二分之一，再切三分之一，我就可以找到 B 的点。所以先切了二分之一之后，这段长度我要取三分之一，这段长度我要取三分之一。透过之前讲过的二分法还有三分法，我们可以找到 LB 两个点降到地面上的位置。那找到之后呢，再把它往上垂直延伸，我们就可以找到屋脊了。把它往上延伸，上延伸。那屋脊的这条线呢，会跟房子切成正方形几何化的线条，是平行线嘛？平行线就叫一个消失点，所以高度定好之后，连到消失点。那 LB 的两个点找到了，把它回归到正侧面 ，LB 两个点再接到 B 跟 C， 屋脊就出现喽，房屋就出现了。好，思考一下。所以就是只要透视空间中需要斜线的时候，斜面的时候，不要把注意放在那个斜面的角度怎么找，把注意放在这个斜面两端的端品怎么把它找到，连起来就出现了。
是面形的比较夸张，画起来会蛮有张力的。其实这个参考性画出来的构图蛮张力的。那这个屋顶暂时先放一间的，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画这张图，它二楼一楼到二楼有一个斜角嘛，所以斜角我们就先忽略，不要看它了。我把斜角去掉之后，它还是一个方形，还是一个方块。二楼还是一个方块，所以把二楼的方块把它叠出来。 没错，是你的特别高。那画二楼的时候，一样先把二楼占这个一楼楼顶的范围先把它制定出来，看一下这样线有没有问题，稍微变了一点点。那二楼会占一楼的天花板。 或是楼顶啊，这一块面积有了，往上延伸，所以往上延伸之后，它的高度要多少哦？这是你可以自己决定的，二楼的高度要多少？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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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二楼的方块出现了，那接着再把三楼的方块也去把它盖上去了。相同的方法，先把三楼占二楼的楼顶的面积先把它制定出来，再去把它往上延伸。你看出这一条什么什么？为什么？这张那些。 这大学如果有举办演讲，是建议大家
多参加。如果那个有时候可能一个演讲会影响你的想法，那你的想法改变了，人生就改变了。但前提是这个演讲者是有用心准备那一场演讲的，如果他没有用心的话，听了就没有帮助。那有用心的话会非常有帮助。怎么说？一个演讲者要演讲2个小时吧，他准备资料大概要准备10个小时。那这10个小时准备资料是浓缩他一生针对那一个题目所有的见解，把它浓缩起来，所以等于你吃了一个大补丸。如果他有用心准备那个演讲的话，你听了那场演讲基本上就是吃了一个大补丸。下礼拜上课是演讲课，就请那个插画家戴思睿史丹利来演讲，本名叫戴思睿，艺名叫史丹利。那你有买他的书的话，你就带来请他签名吧，看10年后会不会涨价，还是跌价。1、2、3楼的方块，我定制出来那这个斜角的部分要怎么定？斜角的部分，注意力就不放在那条线嘛，注意力放在那条线的2个端点。那端点的下方，我大概就定在这边好了，在前面一点好了，然后把它一样往消失点方向连。
那我得到了这两个点，再把它跟二楼的顶的这两个点连在一起，斜角不就出现了吗？所以我们就不用去烦恼这条线的角度应该怎么找，就不用烦恼它的角度了，只要烦恼它两边的点怎么找就可以了。那三楼一样有一个斜面了，所以一样先把下方的点把它定出来。 连起来，就出现了斜角了。OK， 那中间那一栋主结构的几何化我们就完成了。几何化完成了之后，我们再来完成其他两边的几何化。 我想先定靠近我们这边这一栋好了。那定建筑物的时候，都从地板上占的面积开始。那地板上这一栋占的面积是跟旁边这种连在一起嘛？你可以再看一下它二楼，其实可以互通的。所以这两栋可能是同一家人户的有钱人家，两栋连在一起的，所以它楼地板面积应该是连在一起的。我先把楼地板面积定出来。 细部都不用做，我们再把远的那一栋的那个几何化方框也把它定出来。那另外远的那一栋的话，就跟我们中间那一栋有一段距离了，有一个防火巷隔出来了，所以你在切它楼地板面积的时候，就要留出那个距离了。 今天同时段在演讲的是哪里来的讲者呢？讲什么题目的？那个紫薇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先把楼地板面积定出来。
然后就往上延伸。 那下周这个史丹利演讲的题目，紫薇知道吗？也不知道。也不知道，好，太好了。那现在就可以讲给你知道了。他要讲那个插画，在台湾那个插画接案的生态，或是插画运作的那个市场啊，怎么运作的？他也接案接了10年吧，做插画家做了10年，可以听听看他怎么谈这个插画案件的运作。 山洞的几何化就完成了，先把它都简化成几何方块，再来加那个细部的装饰，才不会被自己搞晕了。看看它可以坚持多久。这条线有一点点问题，只有如果这条线连起来的话，一直延伸，它好像是会穿过去，会过一条直角。那这条线是一样的状况。 所以这样条线会让我们觉得它有透视稍微一点，这样脖子不会扭到。 这条线稍稍有点误差，像这个参考线跟这条线有像是要连到一个点，没错，但是这条线的话，它要穿过去，这条线也穿出去了，很多的这种问题，跟旁边参考线角度不符合的线出现过多的情况下，那最终我们就是来。